口袋，我是安啾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把剩下的 Labo 拍完，没错，就是钢琴、钓鱼还有机器人套组。因为呢，这几天都在上课，我实在是，浑身乏术，所以真的很不好意思拖到今天才发布影片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就马上开始吧 ，Labo。那我们首先先来组这个钢琴吧 ，Go。我终于把它煮完了，你们不知道我现在有多感动。哦，好可爱哦，是猫咪耶。好像是这个可以换。哦，最原始的音阶。哦，那它有附四个这什么螺丝吗？那就可以变换它的声音，像一号是猫咪嘛，插入二号。和声好可爱哦、喔！对，插入三号。现在呢变成大叔了。多多哭，快快跑呀，哈姆太郎。怎么可以咳嗽，老爹？再插这个圈圈。是 Joycon 发出的声音，而且我发现这个螺丝啊，你转个方向，它就会变成像这样子有震动的特效，它就会变成有 echo 的模式。那我们的钢琴模式结束以后，它会有一个 Studio 的模式，点进去以后咧，它就会出现像这样子的画面。那因为它的按键只有一个八度而已嘛，就是走这样子一个八度。在 Studio 模式呢，你就可以切换，就可以切换它的高低音，所以呢，你就有五个八度可以选哦。那你可以把这个螺丝插进去，调整它的音量。我们来调整第三个，然后呢？这样就会有回音了。录音卡像这个，把它插进去，再按下这个按钮。哦，扫描到了，它声音就会改变了，是不是很神奇？像这样子，对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要来弹一首最近很热门的歌曲，那也是很符合我现在的心境。对，因为我现在呢跟 Michael Mila 桑是好朋友。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弹的就是这首《浩歌宇宙》。你可以利用这些点点来创造自己的伴奏，这边就写出它每一列代表的乐器。如果点点还需要的话，可以再把它塞回去。还特地给你一个小纸箱，你可以收纳这些点点。这就是我们做好的伴奏卡，插进去，按这个按钮，好，扫到了。然后按这边还可以录音。那刚刚录好了。就会出现在这里。那我们还可以当指挥决定它的速度。那我们现在玩钓鱼。钓鱼钓到什么鱼？哎，你们看这个线，它是会跟着摆动的，哎，好厉害哦！
哦，好多鱼哦，好可爱。哎，不知道啊，没捉到。快点啊，是不是很饿？啊，也来了啊，没钓到，是不是让它吃一下啊？我真没有钓鱼的天分呢。鱼好大只哦！吃我啊！红鱼，红鱼！哦哦，有只鱼好像要吃我喽！虎视眈眈，它看起来长得好凶哦！哈哈，再来，再咬一次！不要了吗？嗯嗯，哎哎，夹到啊！它没有！啊，钓鱼，钓鱼，钓到什么鱼？哎哎哎哎！好远啊！呀，钓到！它这个可以下探到多深呢？我们来试试看。哦，可以到好像蛮深的地方。啊，还有好大只的鱼哦！这可以钓吗？这是鲨鱼吗？哦，那是鲨鱼耶！跳啊！啊，断了，真的会跑掉，这个好难哦。而这个纸板发出来的声音，就真的很像钓竿的感觉，我觉得做得很好，而且它这个线可以拉得很长很长，然后它会再自己缩回去。剪出鱼的造型，好，那再把眼睛，嘿，我们的鱼做好了 ，Angel Fish， 啊，哦，我抓到我的电子鱼。Discover 这边呢，没有个 Toycon Garage， 你就可以创作自己的 Labo 游戏。它很像 Minecraft 的红石机关一样，可以很简单的做出自己的一个小程式。你可以设置你做什么动作，然后会产生什么样子的效果。那我们一开始学一个新的语言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一定要先学会这个 Hello World。大家不要看这很简单，这个呢不是字哦，这是我一个一个自己这样拼出来的。那还可以做出其他的东西来。这是向日葵的种子，投下去。哎，得到一只安啾鼠宝宝。这是这个。那如果这样手过去的话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白色会动的东西，让它震动 L 手把。那这就是我里面内部构造，做得很丑，都是双面胶。透过手把在下面震动，让东西可以这样子震下来。所以把镜头摆在这里，所以当硬币掉下去的时候，它就会侦测到。看咯，你看这边出现白色，代表它侦测到了。那最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行为连接起来。就是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呢，终于要来开这个机器人套组。我就要使用这个，找108块的魔法棒。这种廉价感让人觉得满足。大家看好了，嘿，哇！这个呢，真的是要煮很久，这个大概要煮3个小时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看到我全身吧，那我们要开始了。Destroy everything！ 哦，蜘蛛拳，破坏房子，右拳，左拳，破坏这个建筑。蹲下吗？飞起来吧！
角就会切换，就会变成第一人称视角。好像要去潜水哦。那它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可以玩它的音效。这个是 Monster 的音效，摆动你的四肢，它就会发出相对应的声音。上面是说我的体重，好吧，没关系啦。他会告诉你你消耗了多少卡路里，这是今天的，然后这是一个月内的，这是到今天为止消耗的卡路里。对，所以呢，这可以当做一个运动的游戏来玩，还不错啦，真的还蛮累的，我想去洗澡了。那终于拍完了，耶，拍了好多天哦，这个组超久的。那就是这样子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点个喜欢。想要持续制作的话，就订阅我哦，也可以在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